好，第四路我们到哪里了？三峡的皇后镇森林。皇后镇森林这边，那你这边价位怎么算？我们这样子算两位大人的价钱，因为他还没有满三岁，就还不用算。两位大人，我们是平日1000块。那是一波20吗？对，就是含早餐、晚餐，因为我们这个算是它有两种，一种是单纯的一般体验，就是不含吃，怎么都不用准备，人来就好了。对，第四路就轻松一点吧。可是这边的露营车看起来就比较旧一点点，我们等一下进去给大家看一下。金山也有一个公车号子，可是金山的感觉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它有那个爆汤池啊。金山的比较新。嗯，对啊。好了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内部长怎样吧，带大家去看看。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什么？大香蕉。还有一个这个防蚊虫的拉门，可以先拉。你说这是什么？大香蕉啊。不拉，是沙发。对，是沙发。电灯都开，所以可以睡四个人。然后免受洗手间、淋浴的空间。然后旁边有马桶，不会。我一进来有一种草铺椅，应该是木头，然后湿湿的那种。重要的是床。哇，那是爸爸妈妈在装吗？晚上就这样没有办法。这是爸爸妈妈在装吗？对呀、啊，这饼干也太大了，比你的脸还大、啊。他有送那个袋子，很大。你是小 model 来，小 model 背背看。来看一下冰箱。哇，还有饮料。好，那我们就再来就等了。下午3点半，我们要去做手作 DIY， 对不对？你要签不着喝？那你每次出来带什么武器啊？你没看过钥匙这么大一个。我们会给你个空白的相框，然后呢就是贴这些东西，筷子啊，有贝壳，有沙子啊，这样东西。对，然后这个大小是固定的。是，然后它第二个的话就是，它那边那个挂在柜子上面那个，然后那个什么，我们给你做白，然后印你的喜欢的款上去。好。然后第三个的话，这种吸水杯垫，这种吸水杯垫，然后呢就是拿蜡笔上色，涂你们喜欢的颜色这样子。哦。对，就是有这两个图案，那就是这三种，你要哪种？只选一种吗？有两张，所以你们可以选三选二这样。下雨没地方去，我们来吃个东西吧。它里面有副餐厅，那我们来看一下。如果你进来有买门票的，它这边的餐是可以门票抵消费。好，那我们就吃完这边，再来等晚上的烤肉吧。Then I fell in love, but you gave me up. I still don't know what happened. I know we're over, and I should.
小章鱼哦，小章鱼，加一只章鱼，香肠，然后豆豆、青椒。哦，这个是腌制的肉，他说这种铝箔包包起来是腌制的肉。有两个人还是够吃了，看起来量是够的。然后这个是丝瓜蛤蜊，然后还有一个猪头饭。啊，这是蔓越莓汁，先倒一些给星星喝。大家早安。早安，早餐送来了，今天是送这一包。哇，看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是那个那种有点像法式吐司这样子。番茄，等等，对啊，这是什么？水果，哦，萝卜糕，中式的。陈荣兴，昨天好睡吗？睡。你骗了。整个晚上一直哭，这样好睡？一直哭，一直哭，一直哭。对呀、啊。原本他是应该可以在外面吃了，就下雨天，我们就把它带到室内了。好吧。真不巧，今天天气不好。如果没有下雨的话，其实外面有很多地方哎、欸，它这边还有什么野房子可以让它野餐的？哎、欸，原本游泳池可以玩水，可是现在封起来，变只能参加水。然后有餐厅，它餐厅的蛮多料理都还可以的。对，然后也有小朋友玩沙的，就是下雨就不能玩。好了，所以露营还是选天气好的时候再来吧。哎、欸，那这边也可以搭帐篷露营，对不对？我记得。对。对，那露营地方有两种，这种是住露营车，而且有一区在靠近游泳池那边是搭帐篷露营的。But we talk all night, drinking cheap white wine. I let you see my darkness, then I fell in love.然后我们住宿下来的地方，这边有野房子，有提供野餐，那你可以订购他们的餐食，然后可以在凉亭底下野餐。然后再往前走，大概还要300公尺左右吧。那边有羊妹妹区，可以去那边看羊。我们来看一下野房子长怎样呢？所以假日还是很多人会过来这边野餐。还不错，门关起来了，东西都收好了，我们要回家了。摩托露营车好处就是不用这样收湿湿的帐篷啦、啊。喜欢我们，请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请小猫，小铃铛，拜拜。